本期讲解一个快手无人直播团购超细节教程啊，捅破窗户纸，小白也可以月入过万啊。当前铺天盖地的无人直播随处可见，但真正实现的是寥寥无几。超大市场空间，如何实时掌握更新迭代的技术升级，才是我们创业者目光所及之处啊。课程是包含这个快手团购无人直播如何开启、如何选品、直播伴侣的搭建、素材如何选择和操作、软件包含 OBS 视频录制软件以及桌面时钟显示工具，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。四节视频课，还有养号的教程、OBS 软件、桌面时钟这个工具、视频录制软件，全部都有教程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直接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。快手无人直播团购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